朋友们，今天的话是7月22日，今天属老鼠，属老鼠，鼠以牛六合，但是以夜令相冲啊，所以这个牛的话不是特别旺啊。申子辰三合龙啊，龙的话要稍微旺一点，龙猴的话又以年上冲啊，所以今天就比较旺的就是龙。那最凶的对吧？子午冲啊，属马的。那我们今天主要研究冲克的对吧？今天最旺的生肖是龙，最凶的是马，就两个生肖吧。我们再看一下五行，五行丙火生以丁未月啊，生在这个火土格之上啊，身弱的一个火土，火和土。我们具体看一下。好的，我们已经显出五行啊，五行是火土啊，生肖是龙、马，另外还有就是牛的话是一个被显。马是最凶，我们具体看一下，龙的火，龙没有火，龙的土，47，龙没有火，那就显个水吧，11。那我们看一下马的，马也没，哦，马的火是45，马的土是33，那牛呢？牛的火是14，土是02。好的，我们今天数据就出来了，47、45。14、11、33、02。我们随机转两个生肖吧。第一个生肖是猪，第二个生肖是狗。喜欢的朋友记得订阅收藏。